新加坡就呢陣時嘅困難就係佢哋喺外出嘅時候進食方面嘅困難，仲有一啲輪椅係比較大部嘅，可能會頂住張台同嗰個使用者嘅距離啦，令佢哋食進食嘅時候變到好唔方便。呢個產品係可以安裝喺呢個輪椅上面睇下睇下，呢個禮部。禮部有兩邊，呢兩個係可以套喺嗰個輪椅嘅手柄上面，再揾啲鎖帶鎖住佢，咁就可以固定佢啦。然之後呢塊板係可以伸縮嘅，去應付嗰啲唔同輪椅嘅嗰個大細嘅需要啦。然之後大家可以見到呢度開個窿係放嗰啲飲品，可以把佢固定佢嘅，即係有機會人要喐動嘅時候，有機會會撞到啲飲品，就可以固定佢。我哋唔用嘅時候咧，只要將佢縮翻埋，然之後將佢呢啲折埋，就可以擺喺輪椅嘅一邊，推住咗左邊又係右邊啦。然之後佢呢個係可以拆掹出嚟嘅，然之後咁樣搭喺上面嘅話咧，就可以縮曬，然之後攝喺輪椅一邊。我哋呢個產品雖然大家睇到係紙皮製造啦，但係我哋嘅想出嚟嘅方案就係用塑膠嚟製造嘅，就可以提高佢嘅質量啦，令佢嘅承受力變得更加高啦，可以承受到唔同食物嘅重量。